中友30周年艺术经典特展，回眸一瞬间，宁可九二水墨陶琴回顾展，回眸艺术家宁可老师，涵盖30年期间各阶段水墨与陶板代表作品，山水情怀系列，山之最，山之外，水墨陶琴系列，首次于百货公司展出，在生活日常中，让经典艺术之美自然融入你的生活里，与艺术大师更近距离接触。展出作品各具独有风格，由具象转变成抽象，创作日常的心路历程与转变，全然表现在挥洒自如的渲染墨润之中，也留下无限的想象。在静止的画面上，能看见清风吹拂，云朵飘动，让人仿佛置身山中或画之中，似乎真实又感觉梦幻飘渺。